第四题，如下图所示，此铅笔的长度应计为多少公尺？从图上我们看到，它应该是7公分，但是我们的最小单位到公里，需要写个点零，7.0 公分。但是呢，我们还需要个估计值，在最小单位以下一位。那我们因为认为是刚刚好，所以我们的估计值是0，所以我们应该写成7.00公分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如下图所示，此铅笔的长度应计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7.00 公分。